六家热舞。赵轩老师，你们老师不要你们的。哎呀，对，赵轩老师，举个手，举个手。哇，好吧，那看来等一下才能跟赵轩老师大合照。好，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六家乐舞十位哥，谢谢他们，辛苦了。哇，可明是。
今天其实过得也挺快，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我们最后的三间学校了。哎呦，剩三。